神门穴呢是在小指跟无名指之间这条线上，手腕的横纹上头相交汇点，这个叫神门穴。神门穴可以这样轻轻压按，压按的时候会有点点麻麻的感觉。它是治情绪、心理、精神上的各种疾病，包括了睡眠啦、神情不能够安稳啦、做梦啊，都可以用这个穴，而任何时间都可以按，按3分钟、5分钟或者更久都不要紧。